是一种欲望，想是一种行动。那梦想意味着什么呢？梦想是人生开辟道路的喊道，也是推动你前进的动力。过程让你学会的不只是坚持不懈，梦想的过程将会非常艰辛，而是能让你领悟到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，经历不挫折、失败、愤怒、放弃，最后重新出发。无论千辛万苦、波折重重，都会拼命地往梦想道路前进，因为我们都知道终点的尽头是一个新的开始。梦想其实是一个过程，行动一开始，欲望着成真。人有了梦想，才可以不断的前进。